咱们自己的队场还有码头也要开始扩容了。陈文，咱们之前说的真的要实现了。我想回去再看一眼，这样等我死了之后我就知道我该去什么地方。我现在回家第一件事儿，我就是要谈恋爱。我要找一个身体健康的、爱我的人，我们痛痛快快的在一起。我要把这一切都忘了，必须的忘。